请台长帮我看一下，帮我爸爸看一下，1950年，66岁，属虎的。边上就是你爸爸。是的。66岁。对。几几年的？1750年。那1950年。来人呐！66岁。把他拉出去。1750年变妖精了，哎呀我的娘啊，1750年几百岁了呀，1750年，哎，19多少啊？1950年。属什么？属老虎。哎，这个老虎现在尾巴都搭下来了，头在转动，找不到方向。也是脑子，还身上还有病。是的。有一个女的在她身上。嗯。我不知道你妈妈还活着吗？活着。那么有一个女的，我看不像你们家的祖宗，也不像什么外婆啊、奶奶啊，有可能是你爸爸过去的女朋友。死掉了，他应该知道的，或者在结婚之前吹掉的，现在人家盯在他身上。这样的。听得懂吗？那有。长得还蛮好看的。你别看你爸爸现在这么老实站在那里，看到那个人的时候，你爸爸就不老实了。我爸爸得的是肝癌晚期。就是那个灵性在他身上。要我帮他看一下啊。好的。哎呀，过去还喝过酒。是的。而且他的肝最早的时候是肝肿大和那个脂肪肝开始的，后来慢慢的变成啊那个。肝硬化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现在他这个肝很糟糕的，现在边上有这么大的一块黑点，啊，叫占位性病变，对不对呀？对。医生是不是这么讲的？是的。你爸爸脾气也不好，听得懂吗？嗯。要好好改毛病，他现在信不信啊？他信，他自己也念经。念经了不啦？念了。你要自己磕头求观世音菩萨的，而且要念往生咒，每天108遍。好的。他的杀业也很重，这个女的她不把人家超度走，她不行的。你现在跟我老实讲，你过去是不是有一个女朋友？过去就过去了，你现在可以忏悔。我没有女朋友。那个就是其他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有女朋友，以前没有女朋友。你跟你老婆结婚之前没有啊？没有。那就等吧，让她等吧。到今天还要嘴巴打妄语，这个女人在她身上，她还要说没有。那你有没有姐姐或者妹妹过世的？有那个就是唐的大妈，我的大妈。是他的姐姐还是妹妹啦？姐姐妹妹。你那是我老婆掉过孩子的。不是这个道理，现在这个女的很大的，不是一个孩子。很岁数有多大？你自己想一想吧，你不要现在嘴巴这么讲。我告诉你，你到时候很多人都是当时想不起来，回去想起来，卢台长对不起，就像刚才那个人一样。我现在看到这个女的在你身上，你不好好忏悔，她搞死你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再说没有，晚上我就直接叫她来看看你。我一点都不跟你客气的，你想不想看看你啦？那我爸爸小房子要念多少章？老实一点啦。嗯。我告诉你，还要了，等到了地狱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跪在那里，我做错了，阎王老爷惩罚他的时候。很多人还要辩解，你知道吧？就跟现在一样，阎王老爷说他有什么病，他说我没有，结果啪一下子放出来，
你做过什么，做过什么烂事，全部像电影一样放出来，最后爸爸一定会忏悔的。你叫他好好忏悔。观世音菩萨慈悲。老实的，你妈妈是不是在下面啊？现在？不在。妈妈不在啊。嗯。他还要狡辩呢、啊，妈妈在嘛就原谅他了。那小房子要念多少？看那个女的就不像这种自己家里的亲戚，就有点像，就感觉就是跟他有点暧昧关系的，因为身上的灵性在他身上都是很暧昧的，讲都不要讲的，老实一点啦。我给你一个面子，就是说，人家很爱你，你没爱人家的，有没有啊？这可能是经常忘记的吧。有没有啊？就是有。你们师父厉害不啦？那卢台长，我爸爸小房子要念多少章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听着。不要开玩笑，这个感情问题不能玩的。你们很多人以为自己好看了，东谈谈西谈谈，买东西啊，抓住你就不放了，缠死你。请台长开示，我爸爸小房子要念多少章？我还沉浸在刚才的很开心的当中，我看到的，我跟你说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不相信也没办法。我多少在广播里说，哎呀，没有，要面子。过两天回家自己不好意思，卢台长，你上次看的是对的，对的，对的嘛。我当时，反正我也没关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才不生气。气出病来无人替。小房子叫他先给他念86章。好的。好吗？好的。啊，然后呢，给他，给你爸爸放生。嗯。啊，慢慢放20000条鱼。好的。好吧。嗯。你爸爸现在是66岁。是的。是一个大姐。嗯。66岁一般都是要走人的。他生日是几月啊？生日是9月。要到12月份，如果过了之后，那可能会有希望。12月份之前叫他好好的忏悔。好的。12月份之后，他的肝病如果没有爆发，那么基本上就在转换了。好的。像他这种，如果是一个很努力的，很渡人的，是我的一个弟子的话，讲老实话，我要救救的很容易。现在他的业障太重，啊，他业障太重，业障太重，我没办法救啊。感恩师父。好啦。